家好，我是晨晨。我今天是来教大家画图的。看，不得哟。然后这是键盘，你看画得很厉害吧？这个是电鳗，好不好？关你什么了？你给我滚！这个是假吸血蝙蝠，假吸血蝠电鳗，然后这是河马，然后那招熊。打河马我没看到。哦。然后下一页，老鹰，这个、然后箱形水母，澳大利亚箱形水母，然后呢，蜜獾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蜜蛇，还有眼镜蛇、王眼镜蛇，然后这个是鳄龟，然后科摩多巨蜥，然后呢南象比海豹、巨骨蛇鱼，那鱼有点怪，没关系。然后这个是虎头蜂，嚯、哦，你走开了，没你的，没有你可以说话的地方，哼。太衰了！黑寡妇是什么？虎头蜂，然后非洲水牛，非洲水牛这都是我乱写的。哇塞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腹食人鱼。好，我的游戏世界是哎，来我们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小熊饼干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小熊饼干。然后这个是橙色画的橙橙按钮，这是哆啦 A 梦。这是我的游戏世界。我们先来看上面是一个大自然模拟器，然后这是 Granny， 这就是地图，然后两个人，这里有血，宾士，这里有血，还有法拉利。哎，这个是 Granny， 这里有血，这个是 Granny， 我躲在一个 Granny 进不来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我躲在这里，然后 Granny 在这里，他进不来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页，这就是第五人格，我最喜欢玩的。这个也不知道这里啦。蜘蛛在蜘蛛呢，医生。那这个就是橙橙阿牛。这是我。然后这是电妹一名。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手机的。还有男子，后面还有男子，是我自己乱打出来的。是我这游戏以后都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？这是外星人老婆。好，换下一个。这是我姐，下一个大姐，然后这个是我乱写的。哎，等一下。不要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 FIFI。好神，足球。好神阿神，然后我就是店内名男子。FIFI 足球，我们在比。足球游戏。我现在在比 PK 赛，好，这个就是李小贼，我乱画的。我觉得你画的很好看。他是三八白痴，就是笨蛋。然后这个是我大姐画的。是大姐画的。那个 blah blah blah， 啊 blah blah hip， 恶斗。然后呢？是这样子讲吗？191公分，然后呢？厉害哦。然后呢？他的生日是12月18日。然后呢，他这写什么？篮球男孩 ，basketball boy。好，后面就没什么了。好，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今天的影片的话，那请帮我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分享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帮你们录影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。我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做出来影片。那么大家拜拜。